而不是那个他们最有名的那个有赤门的本校区，所以说是一二年级应该是活力四射的吧，欢迎我们去看一下喽。Stand up, nobody cares about you. I heard somebody telling me that you left them. Don't get a hippie. Each daddy kid is a hippie. I gave up it, but this is my life. Goes on and on, I'm never asked why. Uh-oh, she could it don't get it. I know I got to get on. Let the bitch daddy not say it by me. Don't it do? 对，就是那个会十国语言小哥。那今天我们自己要用十国语言去搭讪，这个学的并不是搭讪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要验证一些关于东大的一些传闻也好，就是其实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东大是什么呀，我们只知道东大是一个日本最高学府，然后在中国的学生来看的话，这是一个学霸聚集的地方，但是东大学生真的全都是学霸吗？有很多有意思的人，有意思的人，所以今天看一下东大的东大生的那个。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好的，好的。东京大学有独特的入学系统，入学第一年不选择专业，而是选择文科一类到三类、理科一类到理科三类这六个科类。在学习两年之后，根据成绩再选择专业。其中，理科一类因语言而著名，理科三类以后一般去医学部。这个科类的学生是顶级学霸，令人只有100人。聪明学生才能进入。啊，等等等等，慢点，请跟上这位。别在这个。一个多的肉包子。啊，这个来，这个来。这个服装，我刚才说的那个个子。对，格子。啊，格子。你是用看的，你是用看的日常对话。你的对话是什么？普通呢？还有谁说自己干的？来开放，而且叫这基本做个基本部长。数学那个公式啊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关于那个数学呀、这样的，数学呀，还有那个理科呀，这样哦，真的看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，日常的对话就是这样。打扮的方式就是一个走的，外语也是法语，对，法语和中文这两个语言就是那个作为第二外语，外语在东大最有名的一个人，所以我真的会说一点点中文的人也在这里不少。一番便利用品，本身的，一番困难是，一番轻松，最近用的里面是东京，何个？basketball， 他喜欢打篮球啊。一年级，就是在这里开店的班级，就差不多都是一年级的，一年级的班级，他们东大女生比较少的，就是这样的吗？三分之一，是比较多的，二十八人中八人是女生，这是比较多的班级。大家说一个又油条，但是他实在是模特，模特的啊，可爱一点，后面那个可爱，可爱，何年生的女生？第一，理科一类って女性が非常に少ないって聞いたんですけど、女生非常少，女生非常的少。没机会来交女朋友，我绝对放弃交女朋友，怎么样？
般的生活是什么样？バイトもやってるんです。バイトもやってる。一般社就是经济社团，然后就去打工，在经济社团再去打工，就这样的生活。今喫茶店で働いてます。喫茶店で打工。在咖啡店打工对吧？因为想要工资多少？可以问吗？時給1000円ですね。1000日元。阿里さん、来ました。他是会说中文的李三，超级学霸。对，终于找到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在找这个李三的学生，然后终于找到了一个，而且还会中文，很厉害。就是真的到这些学校来看一看，也许呢，你也可以考虑来这里。
界留学一下，看一看世界更大的世界。那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我是阿斌。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的话，请一定要多多收藏。